枪丸，真的好帅哦！我直接跳过那两个，哇，这真的有个男的。啊，之前可以过真的太猛了，还以为会有新的赛道，哎，其实会有，有没有？每次都是 A A B B A B 级的高级还没出现，所以之后一定会有，好吧？世界很乱，但是滑板之魂不能放弃啊！世界末日要干嘛？当然是玩滑板啊！他为什么都是刮胡的讲话？干嘛要那么的小声讲话呢？你太可爱了。他们都是要不想大声疾呼，怕会引起怪物，是不是？那就他们两个没事，就他们两个还在正常的说话。好好好，话说为什么我们不先放结界啊？不要再拍照啦！我要有准备去，没有必要前往这边，也微微来看一下，都去避难了。好，哎，这个湖还是水哦，所以结冻的就只有那条道路，它是特地给我们一条有没有结冻的道路，让我们有办法进去，真的好贴心哦。有没有要当坏人，你就要有办法怎么样呢？让有能力的人解决你，好不好？要提供一个管道啊。走吧，前往名著。没有结界了，结界多得很呢、欸。我们手机里面都是结界啊！哇，这个地方好帅啊，名著。不愧是最终决战之地。现在开始的迷宫有没有特别特别的帅气？估计我觉得啊，应该会有新的 BOSS， 这样也会比较帅气一点。古代遗迹，上古时期的异兽有没有？哎呦，果然是他们两个，我们也来啦！ソラ、ユキ。没有回应。聞こえねえか。我们处在一个听得到他们讲话，但我们讲话他们听不到的地方。好。了解だ。嘿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钢影风，都不是我们刻的啊！我觉得要换一下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有办法遇到他们。所以风属性毕竟也只有16只怪，我们就不要了，我们就用钢跟银属性。光明会，黑影击击，好，钢属性，然后钢铁击击。OK， 钢跟银出击，来来来来来，嘿，哎，想做什么事情？还想打我？直接先解决他！哇，这里滑滑的。哎，避得掉没关系，我们先了解一下，风、影都是影居多。喂，溜冰战法。喂 ，OK， 没事没事。OK，
哇，这里真的好滑啊、哦！喂、欸，滑滑滑！喂，哈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没气了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没打到，呜、哦，有有，这里 clear。喂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路有一点多哦，这是什么？打不掉的、啊。他们到底是到多深呢、啊？哦，刚刚那地上的东西要躲哎、欸，我还以为可以打掉。哎、欸，靠我那么近干嘛？靠我那么近干嘛？滑冰战法。OK OK。哦、你没问题，好滑，超滑的，一直滑来滑去，喂，哎，好走啊！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转个，再转个，戳戳 ，OK。有看到魔女的小黑狗，刚刚没注意到。呜、哦！喂，没事没事，是我的钢击。有时候其实接普通攻击还不错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要破坏吗？没有，应该只要把敌人都解决。哦，破盾了，赐我一击，他好硬哦，哇，攻击很慢，所以还好，一直在那边吐火 ，OK OK， 还行还行啊，后面有宝箱，呀嘿。主角的血其实扣的有点多哎、欸，剩一半呢。会。OK。这里是等一下要过来的，好。快走，快走。上不去啊。OK。戳戳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穿越 ，OK。哦，很怕被那戳到，呵呵。一卷很好听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觉得很刺激啊。这个东京幻度，我觉得它好玩就好玩在它的这个战斗系统，真的很爽快。嗯，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种无双制度的游戏。嗯。哎、欸，嗯，太滑了、啊。哎、欸欸，没打到。飞翔技能。打必打，真是有够滑的，好烦哦、啊。啊。行，我们不能吃补，我们要省着点。OK OK， 没事，哼，这种怪物也想要阻挡我，门都没有。喂，边打他边开门，哎，对啊，这迷宫真的很漂亮哦，往下。
道路开通，反正能打就打。哎呦，好滑好滑，哎，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白痴啊，要跳上去，我掉下来了。二五二，你的是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太滑啦！哎，我继续往前，好好好。哎，白痴哦！哼，好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这个要跑酷啊！有没有玩这个游戏也要跑酷啊？来来来，一口气，有没有跑酷？最重要的是干嘛？一气呵成。哎，呜，差点掉下去，好险好险，就掉下去，我就哭给你们看。没有补血的，笑。这有时候打这个好像会有掉补血的，没关系，走走走。吧唧吧唧吧唧，地上没有冰了吗？安全了吗？哦，找到了！哇，大蜘蛛跟这什么暗影怪，以前的蜘蛛是以前的，我有印象，暗影怪我已经忘了。交给我们啦！哦，所以变成就是以前的 BOSS 强化版，然后再一次出两个这样子。哎，你以为两个就可以打倒我吗？哼，想太多了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作战。对呀、啊，这时候不是聊天的时候了。嗨，哦，选一个。哎。哎，空围和右击是固定的。我看一下哦，光我们刚刚是用钢属性，所以先避开，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三个属性。无属性，无属性，白色都无属性。哎，没人呀，就他妈得，就他妈得，我们确认一下。好好好，也不能更换。还是让我看一下嘛。战锤，总结我身上穿的、欸、还少一个东西耶、欸、为什么啊，他身上是不是变得哦，原本的东西都拆卸下来了，是不是感觉很像哦。哇、欸、你看现在放上去还没有加血。神话火箭我记得不是给你的，它是要钢级的，现在加血也没有用啊，那个血没有真的加上去啊，白痴哦、喔！看有什么跟钢级有关的，脚趾这也不错哦、喔。为什么他们有些都不见啦、啊？好像原本都是装那个 MC 的，然后他们身上都变成穿盔甲衫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没关系，虽然有点头疼。来来，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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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射击射击射击，这时候射击就对了，光用射的就已经快要击到他们啦。旁边是不是有那个柱子要打？实地表现一下、啊，哎、欸，已经要解决他们啦！这是简单游戏吗？干掉一个，干掉两个，应该不是最终的吧？感觉前面还有，也有卧扣大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太简单啦！哎呦，抱抱！哎呀，你居然是一次抱两个！Sora-chan，Sora-chan，
真的，学弟一眼就把他们都要射歪天了，不愧是地表史上最会射的学弟。今までどこにいたのさ？ネットも使えないし、足で探してたんだからな。萝莉吧，说我们也在找你们呐、啊。骂什么骂？よく頑張ってくれたぜ。也说不定那个时空有没有是定住了，所以他其实已经找我们好多天了，也有可能。不同区域，不同的时间点。